OK，同学们，就来看这个三年级数学活动本哦。我们来到这个第142到143面哦。是不是看这个142面的这个 B 项哦？一艘好海盗船哦，要去这个 P 岛屿，然后去这个 Q 岛屿哦。那每段这个航程呢，需要四个步骤哦。那么完成以下步骤，填一填。所以他讲的这个步骤呢，未必是只是走一步哦，他可能是这样走哦。通常都是转方向，我们就讲一个步骤哦。所以看到这边，我们是先做这一边哦。那么这个海盗船是在这边，P 岛屿、Q 岛屿。那么这个是完全是山是顶着哈，所以呢，通常我们不能越过哈哦。所以这边呢，我们就是海盗船。首先这边有一个提示是这样哦。那么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向右边走二格哦。所以这边我们以中心点是在这边哦，所以走一个、两个。所以是走右边哦，所以走右，向右走二个哦，所以这边哦，那么接下去，因为我们要去这边哦，所以我们就是要上哦，那么就不要越过这一个哦，所以这边我们的中心点在这边，所以一个两个，所以呢，换句话说是走二个哦，那么是向上哦，接下去我们刚才是来到这边哦。那我们就要，因为我们要去这边，我们没有这样去哦，我们是要走这边是，一格哦，那么去这个右边哦，所以这边下去呢，我们要走一二，那么我们要三，然后是走二格哦，所以这个以中心点来看哦，OK，下去，他去了这个海盗船。去了这个 P 岛屿过后，还要去这个 Q 岛屿哦，所以这个步骤第一个是这样哦。那么你一定要，因为啊 Q 是在这边哦，你没有留桩这边哦，所以一定是最靠近的哦。所以我们就是可能就是要这样走哦，走就是要这样哦。所以我们的 P 呢，首先先在这边先哦。那么呢 P 呢，我们这边是向下哦，向下一格。二个，所以这边二个哦，所以在这边了哦。接下去呢，我们就是走一二，所以是走二个，但是是向左哦。所以来这边了，我们要向上哦，走一个哦，所以向上走一个个。接下去这边呢，我们就是向左哦，那么走一个就到这个 Q 岛屿哦。那么就是这样啊，那么你要。左右要分得很清楚哦。OK，所以我们接下去我们看这个第143面的这个活动二哦，确认这个位置哦。所以在格子里写以下汉字，然后回答问题哦。所以我们就这个里已经是写了咯，那我们就顺着来哦。所以这个意义的意呢，就是 B 七哦，所以 A B 七是在这边咯。所以这边我们就这样写哦。所以呢，这个 OK，那么我就写好它哦。OK，这个是 B7，那么好了，就到这个人字哦，人字是D6 哦，所以 D6 就在这边哦。OK，这个也好了。接下去到这个校字哦，A4 是这边哦，顺便先看这边，这边算起来是 X 哦，这边是 Y 哦，那么这边就是我们讲先看这个 A 先哦，A4 哦，所以这边就是一个校字，那么这边不是提上去哦，这个校啊是指啊，直接是这样没有提上去哦。OK，接下去到 GE 哦，顺便看到这个 GE 是在这边哦。所以这个是信哦，相信的信哦。接下去到这个朋友的友哦，是 F4 哦，所以 F4 是在那边哦。所以 F4，接下去到 B2 哦，B2 这边哦，所以这个是中哦。接下去到这个诚实的诚哦，所以是 C5 哦。C5 是在这边哦，所以这个是这样写哦。
所以诚实的诚哦。所以我们已经写完了这些汉字哦。OK， 接下去我们要看的是这一个第一题哦。那么在这个第七列哦，这个我们是读列哦，OK，这个是读行而不是读行哦。OK，在还没有做这一题之前，那么老师就跟你分析一下。那么其实有一些东西可能会让你混淆哦。OK，如果你看这边的话，那么这个我们是读列哦，不是读力哦。可能会看到这个粒子的粒哦，就是我们讲国语叫冲多哦，所以这个是粒哦，这个是列哦。那么有这个四点水，我们也是叫列哦，热列粒子，这个是排列哦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是读列哦。那你看这个列跟这个我们是读第几行的行哦，不是行哦，不是行人哦，我们是读那个银行的行哦，因为这个是多音多义字哦，所以我们讲这个是行哦，不是行哦，所以这个是列。那么怎样记呢？其实是这样哦，如果你看到有两条线，我们讲这个是好像打直这样哦，它站直哦，所以这个哦。那你看到这个其他的字体，这边有两行，所以你就打直哦。那么这个行字呢，这边也是有两行，但是我们没有斜的嘛哦，我们是算起来这边是横哦，你就是这样记哦。那么这个汉字呢，这个是让你容易记的。那么老师是想到这个，那么可能你有自己记的方法，那么这个就是老师觉得比较容易，老师就跟你分享哦。所以这个是打直，这个是打横哦。那么记得那个字哦。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第一题哦。那么讲第七列哦，所以这边就是打折，就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哦。所以这个第七哦，因为打直哦，第七的第一行哦，那么这个行是横哦，所以是这个字哦。所以呢，这边我们是写一个姓字哦，给下去第六打直的。一二三四五六哦，所以这一个哦，那么第四就是这个哦，朋友的友哦，给接下去这个第四打直的，一二三四哦，那么打直的，然后打横的是第六哦，就是这个哦，所以可能对你来讲比较难的是记这一个哦，那么老师刚才已经跟你解决了哦，你就看着这个字哦，那么你就下次容易做一点哦。OK，那么就是到这里哦。那么这个是三年级数学活动本哦。我们来到这个第142到143面哦。OK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在这边 subscribe 哦。那么可以看其他有关系的 video 在这边。那么在这个 video 下面这个链接，那么可以按哦。那么可以加入刘老师所开发这个 Telegram robot 哦。